为了响应世界无烟日，光复乡户政事务所22号深入村里，马太安文化健康站展开了跨机关的合作，共同推动人籍合一线上申办户籍登记政策宣导，提升银发族对于法律的认识和遵守意识。以世界无烟日为契机，光复户政事务所走出去，深入村里，进入各部落文件站，展开跨机关合作，向包括新住民、原住民、银发族群进行一系列宣导活动，从法令讲座、花莲县全新的线上预约户政到府服务、各项一化便民服务措施、户政业务咨询等等。我搬家上来一系列宣传活动让光复乡银发族对户政业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之外，光复乡户政事务所主任江振慧与同仁以寓教寓乐的方式探讨如何更好的来实现人籍合一，为银发族提供更便利、有效、更有感的户政服务。所以呢，我们户政的工作，你说没有事情吗？没有，还有国家的国家要做的事情哈，包括说跟福利也有关哈，你的阿嬷跟你的福利有关，你住在哪里，你的户籍就要放在哪里，你要超过3个月，你就要户籍就要搬到光复这边来哈。然后呢，我们现在推动的是革新、简政、便民，一定要有民众的感觉。有感觉到户政事务所真的是很温暖。光复乡户政事务所这一场政令宣导活动，多元语言图文并茂的讲解，搭配宣传手板，加深银发族对户政业务的认识，并且也进行有奖征答，提供精美纪念品，透过政策宣导与服务相结合，提升长者生活质量，更融入社区和社会生活。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